注意看，这里有一个七彩虹的 RTX 2080钛显卡。此时呢，它出现了一个花屏的故障。按照惯例呢，我得先跑一下这个显存的测试。又按照惯例呢，测试完之后换掉对应报错的显存，这张显卡就应该可以秒杀了。看一下测试的结果。我操，这 E 零 E 一 F 零 F 一四个显存位置报错。 e 通道与 f 通道四个显存都在报错，哦吼，我感觉这张卡应该希望不大，搞得不好就是核心的问题了。这张显卡的个头还是蛮大的，公版的 PCB，先给它拆开来看看。先开 PCB，我操，我显存呢？显存跑哪去了？哦、oh,，在这，有点耗人啊，兄弟们。 这位老兄可能不太懂显卡，但力气是真的大。这显存怎么还给硬拽下来了？我的天哪！拆显卡的时候，显存留在散热器上面绑下来了。这不用想了，这个 PCB 肯定是一塌糊涂了已经。近距离观察一下这张显卡的焊盘，这是显存，已经掉点。这是焊盘，它的焊点全部都脱离了。 甚至这个上面的走线都被扯出来了，这老哥有点太暴躁了呀！他可能很紧，但是也没必要这么大力出奇迹呀、啊。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焊盘，我的个乖乖，这焊盘真的是有够恐怖的。注意看这上面的走线都被扯断了，扯出来了还不止一根。他要是掉的不多的话，我还是有兴趣给他补补的。这掉的也太多了，最起码有一半的焊盘都掉了。 第一次拆有点紧是正常的，不要这么暴躁嘛。你得先磨蹭磨蹭，好事多磨，或者也可以烤个鸡，让它温度高一点拆呀。我以为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 m 4的处理器上，今天算是见识到了。我不是很理解，但我大受震撼。这个如果要想继续修的话，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。我的建议是帮帮，像这种的修起来费时费力还不省心。